在那个黑色的那一包。嗯，这包有很多其他的东西。哦，好。其实他应该吃过很多。很恐怖啊。妹，如果下午有睡午觉的话，你现在就会醒着吃到这些薯条。可惜你下午不睡。切一半，好辛苦，不能说。换动作了，好，是投币，是投币，是雕像啊。
最高了吗？对，最高了。好，准备好了。好。三。